开始换快打，右边同学要接受今天挑战，你有没有话跟大家讲？没有，无话可说。他左边负责打，那你没有打的话你就变胖了。已经变胖了。有没有交过男朋友？没有。初吻几岁？没有，就没有男朋友。就没有男朋友，怎么会有初吻？我刚刚都会烂掉啊！等一下，让我把它夹起来。很重视吃，对吃的方面很讲究。今天如果妈妈跟弟弟掉到水里，你要救谁？妈妈。弟弟，看男生第一眼看哪里？外貌协会。人生中遇过最帅的数学老师是谁？没有遇过。好答。真男友三个条件：吃好、抽烟、喝酒，然后不能讲话。可以刺青吗？不可以刺青。他可以变很胖吗？给我看我，看今天如果世界末日，你吃三坨大便，或者是对着房间说你好像彭于晏100万次，就可以拯救世界。你要选哪一个？吃屎。你要吃屎？你喜欢吃屎啊？那屎很臭哦，是水状的那种，可以用喝的那种屎。你是吸管吗？你用吸管吸那个屎。很饿。你身边的朋友里面，最近体重变化最大的是谁？没有，好不好？那你最近是幸福肥？没有啊，我哪有？悲伤肥。对啊，所以还是有肥的，对。没有，拜拜。你要跟大家讲什么？要加去追踪 IG 吗？不用吧。不用了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梅花六，蓝色的梅花六打开，放手上，刮一巴掌变红色。哎呀。什么红色？送你当纪念。